2018医疗高峰论坛，北医医疗体系有了卓越的发展成就。我们这一次会为什么那么多人报名？培育出来的都是医疗界的精英。感谢我们的这个医师协会，还有校友会。荣幸公为他们来参加这个医学高峰论坛，能荣幸帮你来，一辈子就是北医人。万刀里面去的 Angel 金，这次是说，你是跟他合不合？